在新的一年里，我也祝愿弟兄姊妹在主的恩典当中活出基督的生命，也如鹰展翅上腾一样的信心度过每一天。
是吧？我们有很多时候骄傲，在生活当中虽然是信主，但是往往不依靠上帝，往往自己在生活当中摸把困，可在很多困难当中不知道依靠上帝，也在很多在世上的工作当中忙乱，甚至工作不忙，但是我们的心很忙，没有给上帝的空余的时间，也没有与上帝亲近的时间。所以现在我请大家弟兄姊妹能够安静地来向神祈求，等候上帝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让我们大家一起同声合一的祷告。谢谢神，谢谢神，感谢神。
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主何等伟大，是应当称颂的。主耶稣啊，今天是主你复活的日子，也是在新的一年里，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，同埋葬，同复活，也在新的一年里活出新的生命。主耶稣啊，你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我们在肉体上的生命，在肉体上的年龄一年一年的过去，也相信也愿意我们在灵里的生命也能够一同的成长。主耶稣基督，我把今天的聚会全然交托在神你的手中，求神你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中间，也是我们能够被圣灵所摸着，使我们能够放下世上的一切劳苦愁烦。主耶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可以使你们得享安息。主耶稣基督，你今天已经胜了世界，胜了魔鬼，我们靠着加给我力量的主耶稣基督凡事都能做。也求神你与我们今天的聚会从头到尾与我们同在，我把你的仆人约大利牧师向神交托，求神你借着他的口来传讲神你宝贵的话语，使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得着成长。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神你的手中，与我们每个人同在。祷告的话不完全，奉耶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